来啊。哦，听说这台车相当抢手啊，订车要等半年啊。阿爸的，我上来要两拍怎样？你们做伴。哦，一开起来就满满的新车味。四轮的完全不懂哦，惊死，走六万九，这就是在做机场接送的呢。好，开一下车门了，享受一下总裁室的座椅。哦，这个坐垫看起来就很舒服。哦，第二排座位也有那个什么电动调整吧，应该是吧，我没说错吧。哦，前后都是电动的。哦，上面还有拉好霓虹灯，这是完全还是不要给你改的啊。哇塞啊，冷气排风口第二排第三排都有。哇，后座的空间超大。哦， JBL 的喇叭，据说哦，坐起来真的很爽。身高170，你看完全吐不到前面，完全完完全全脚几乎可以打直了。我知啊，有电动的，我腰修。靠！我靠！啊，你是要买啦？啊，我是啊，开去。我享受一下，分享一下朋友看。这种电动的，你是享受啥的？电动椅，啊，这啊暖风器啊，哦。哦，你啊倒了无？哎，哦，下骹骹够，真正总裁级的享受啊，莫怪，哦，独立空调，而且这是座椅的空调。好啊，唔好搁看落，搁看落，等下咱会自卑。啊，靠到这么要秀啊！哇，真的是坐的，真的是。超奢华 啊！前面这个是什么？哦，杯架。好，哦，他妈，那些坐垫椅先给修起来。这一块哦，连这个也是电动的，超屌。好，我们看到这里就好了。反正这个是看我们。这种车基本上是坐后座的，所以看驾驶舱没什么意义。这应该也是有全景天窗吧？有天窗。好。无啊，我看一下啊，我即摆惯势就看到，毋捌看过的车就是眼一下啊，对无？哦，电视。靠腰，你这个真正在做司机的啊！你啊，后边的椅啊，好好坐。再无我惊。这只正经是咧做饭店接送还是机场接送的？啊，无靠，里程数遐悬啊，那7万。应该是。应该是吧。反正就是高级的接送车吧。嗯。这柴油啊，汽油啊。8000，我不要那个叫了，那太安全。嗯，哦，伊完全唔是了，你啊，即完全迄无迄叫，叫无人看。嗯。我说叫哦，导航啊，反正这上基本的啊，这即马拢嘛一堆。哦，刚之前那大件的，要是。系啊，因为我爸前来卡吐未到头前啊。总裁级的坐车。他的今天总裁姐姐坐车。哦，就是这个编号啊，高级的，这算什么呀？面，高级的面。有机会啊，接出来可以看看啊。好，吐尔结束。